怎么可能？发型变了，人就会变好看了吗？你这个造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对，要挑战的事情太危险。不可能，蔡龟姐这个头发再怎么弄，哎，荷马被弯转。哦，好，盖起来，麻烦盖起来。你要 ICU？ 他们完全变了一个样。金城武来喽！又是戴这个像，今天是我看到他最帅的小马，这个感觉对了吗？敬请锁定今晚九点三立都爱台综艺大热门。